7月13日，何炅在微博上发文称，快乐的时间永远过得特别快，我的大本营17周年生日快乐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大本营的简单快乐吗？并附上一张快乐家族洗剪吹造型的旧照及亮丽的近照对比图，令人感慨岁月如梭。在这两张照片上，快乐家族的何炅、李维嘉、谢娜、杜海涛和吴昕各摆 pose， 但第一张照片由于年代原因打扮颇为土气，第二张则显得成熟大气了许多。这张洗剪吹旧照曾在华晨宇、欧豪、白举纲做客某期快乐大本营时被何炅爆出，当时是为了说明一个人发型的重要性，并一同爆出了快男前三甲昔日的杀马特造型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